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Lollipop F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我们全新 EP《那么厉害》里的《指定席》。这首歌算是我们整张 EP 里面属于情歌的部分，是的，也是一首很好听的快歌。主要的歌词是在说，主要的歌词在讲说，指定席大家会觉得是一个问号，就像常常你去看比赛的时候，你要有一个位置，对不对？我要指定这个位置。那我们这就在讲说，你心中我要指定你的位置，喜欢你喜欢的女生，把她指定放在你的心中有一个位置。我要指定，我要坐进去，我要坐进 去。小玉，你平常以前学生时期总共有多少个位置？三个，才三个位置哦，怎么这么少？一直在换的，轮流换。一直啊，对，反正 anyway，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指定席，都坐着一个人哦。Baby， 想的太多，不如行动，就让感觉自然而然。汹涌，别再忍受想念，扩大想念，我的世界就快要被掏空。Baby， 想的太多，不如行动，就让感觉自然而然。汹涌，汹涌，别再忍受想念，扩大想念，我的世界就快要被掏空。这次绝不撤退，眼泪滚滚不退，渐渐变。